所有学生均应享有自由，按照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做出选择。但我们也知道上大学很贵，我们确保所有学生在毕业时都有负担得起的大学选择。 Intrinsic 很高兴地宣布，从2023届开始，我们将向每个毕业班颁发150万美元的大学奖学金。学生来到 Intrinsic 是为了参加具有挑战性的课程，取得好成绩，保持高出勤率，并探索自身的兴趣。我们对家庭的承诺是，如果学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我们将帮助他们上大学。Intrinsic 奖学金计划旨在填补必要的差距，使我们的学生梦想成真。这就是安德鲁所拥有的，他将于今年秋天进入伊利诺伊大学。我们会将这笔钱分配给尽可能多的学生，并根据其个别情况定制奖励。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学生能够拥有想要和应有的未来，而不必担心负担能力。